过不去的，你好好想想，先让您下来好不好？欢迎光临先生，需要点什么？咱们这儿有 iPhone 13 Pro Max， 有、哦，今天刚到两台。您用来玩游戏吗？没有，我就平常用。哦，今天上午刚到的货，您看看，这多少钱？这台4300。你这靠谱吗？靠谱啊！你这都磕成这样了，还值这个价吗？所以说这台是4300。您再看这台，95新。6299，您要是新用户的话，6000拿走。不是，问题是如何判断值不值这个价、啊？哎，这个您放心，我们就是做专业质检的，明白吧？我打广告啊。啊，我们有一个1000多人专业质检工作室。不是，等会儿一台手机都有单独的验机报告，手机的所有细节你在购买前都可以知道，而且包括7天无理由啊、7天质保啊，全都安排，你就放心买就完事儿了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再考虑一下。哎、好的，先生。您慢走，随时恭候您的光临。我手心机啊，你真买了？你下血本了，真牛逼！我看看，你这哪攒的钱？你真是啊！哎呦，这不最新款的限量的潮牌吗？这才牛逼呢！这个谁买这个谁厉害？这个帅呀、啊！这太帅了！我这这东家多啊，这都买了，这还是送外卖的吗？大厂是不一样。整活你怎么整活你怎么辉哥，加班辛苦啦，我送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坐地铁。那我在路上小心啊，拜拜。末班车应该还没过。这边全是我们收的车，这边是二手的，这边是全新的，随便看，你看上哪台，你跟我说就完事儿。第一次开车，我还是建议先买二手店。这个眼光是真的好，这台是最新的，我给你看实时指导价。出事了就要找我了，当初怎么跟你说的？咱们这好地段，如果经营得当的话，大概半年就能回本啊。情况大概就这么个情况，好的地段肯定是要贵一点的，这就看您个人的选择了。太贵了，太贵了，我们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到了，你疯了，我疯了，我们哪来的钱啊？我想办法。这边全可以把这边全。求求您再给一次机会。你小子还不还钱？最新报道，某企业家因欠下巨额债款无力偿还，欲跳楼轻生。千万不要冲动，没什么过不去的，你好好想想，先让您下来好不好？先生，先生，您还买吗？买。